比赛开始。都往前，李贤一把球挑起来，高欢反拍过渡，头顶区下压一拍，当中出场啊，对于年轻球员这个心理的层面是一个很大的考验，我们也希望高欢能够顶得住。放网，李轩一挑起来，头顶去突击，不错。对于高欢来说呢，最重要的就是放开打，这个球拉对方的底线不够到位，这是一个变速啊。劈掉，然后突然间的点杀对角。软压中路放网，对方挑起来。接杀不错。再放网，李轩一把球挑起来，高欢回放，对方搓，漂亮，哇，这球没有过来，没有过来。那这球其实高欢的回放也是非常的精彩，我们再看，放网不错，突击跳起来，李轩一突击直线，抢放网，高欢回放，再把球挑起来，突击一拍的这种争夺，也会在心理上觉得有点紧。李轩一。滑板掉直线，再放，勾对角。反拍过度，勾对角，这球
丝线是判界内了。我们再看一下啊，这个慢动作。下牙一拍，放网，对方勾对角，把球挑起来。这个挑起来。第二局，再放网，下牙一拍，李千一呢？这球回放，放了一个滚网球啊。进网短球，挑起来，李千一突击一拍，高欢回放有机会下牙进攻。现在随着比赛的进行呢，他的体能呢也会在消耗当中，突击的很多啊，很坚决。哇，好球好球啊！这个球高欢是临危不乱，也有点运气的成分。对方搓了一个滚网，这个球高欢救过来。放网不错，压中路，再放网，还是被李玄一抓到了机会啊。第十，放网，好球！高欢在这场比赛当中能够打出他的这种霸气。基本上是不起球啊，通过控网呢逼迫高欢去起球，然后自己呢在后场呢下压进攻。扑，好球，好球！漂亮啊！这球高欢在往前做了一个很好的预判，对方回放，高欢这下已经等着，放网，好球，有机会，软压一拍，还有，再放网，李玄一突击，再放网，下压突击，进网短球。
出击。那还是通过控网，然后还有，现在是需要沉住气，下压进攻，放网，压中路，挑起来，接杀不错，再放网，再挑起来，接杀啊！高欢刚才是反拍接杀以后挂网。